我的天哪，这是我见过最恐怖的毒液。这种毒液可以吞食任何物体，并且可以让它们瞬间消失。胶水加可乐居然可以做成毒液，我怎么感觉那么不靠谱呢？不过这么有趣的实验我哪能错过啊，走起，咱家什么都不多，就胶水多，再来支可乐。材料和祖传的大碗都准备好了，尘封已久的胶水统统倒下去，还有可乐，哇，这气得劲啊！倒，这么大一瓶倒下去，可不浪费了吗？喝两口再说。哇，好爽啊！下去吧，搅拌一下。咦，怎么稀巴烂的？这种东西已经变成毒液了，咱们来试试它的吞噬威力如何。用磁铁来试试水。哇，这吞噬威力可真强，再来一个，一下子就陷进去了。哇，来个小蜘蛛，它的爪子有点陷进去了。放一下我最爱的十二星座币，不知道会不会也被吞噬进去呢。这吞噬能力也太强大了吧，这个毒液也太可怕了吧，居然什么都能吞噬，那人也会被吞噬掉吧。不行，我怎么能让自己冒这个险呢？小高，找我干嘛？这不刚刚新做了护手霜。你确定这是护手霜？肯定啊，肯定啊。我的手，我的手，我的手怎么陷进去了？我疯了吧。什么黏黏糊糊的？你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咦，就是胶水加可乐嘛。知道的，我就在玩胶水；不知道的，还以为我在玩奥利给呢。咦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？小伙伴，你们知道真正的毒液要怎么制作吗？评论区告诉我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点赞，还有关注。喵耶！